嗨，大家好，欢迎观看新一期的视频。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桥梁，桥梁不仅能带给人们通行的方便和快捷，外形上也经常令人震撼惊艳。中国就是一个桥梁大国，我们历史上有非常多著名的大桥，比如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等等。今天给小伙伴介绍的是一座现代跨海大桥，它就是青岛的胶州湾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东起青岛主城区黑龙江路杨家群入口处，跨越胶州湾海域西至黄岛。大桥全长36.48公里，投资额近100亿，历时4年完工。大桥于2011年6月30日全线通车。海湾大桥建成后，将给省内济南和青岛两大城市间的交通带来更为密切便捷的联系。大桥还将进一步促进青岛与山东半岛城市间的交通联系，以青岛为核心的整个山东东部经济体系的大规模发展，促进城市之间的现代化进程和建设，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由于海上安全关系，每年遇大风暴雨、浓雾等限制，通行时间约在80天左右。它还是迄今为止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获得了有着桥梁界诺贝尔之称的乔治·理查德森奖。这个奖主要是表彰在设计、建造、科研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桥梁工程，外形独特而且美丽，也具备良好的旅游商业价值。每年就有不少旅客专门来此观光和体验跨海大桥的壮观美丽和青岛美丽动人的海平面，体验一下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交通和生活快捷，感叹中国质的飞跃和发展实力。看了这么壮观的大桥，小编想说，小伙伴想去一览究竟体验一下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